你好，我这次饰演的是一个职场新鲜人曾晨。你好。我觉得挑战应该它本身是一个音乐剧，音乐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挑战。我自己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，所以遇到很多的不同的剧组或者不同类型剧情的话，我可能都需要揣摩的比别人更久一点点。有时候在台上，你只要一个换气或是一个什么东西 miss 掉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要非常辛苦的追赶。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常轻松跟一个诙谐的一个小品，然后可以来剧场娱乐大家，大家来这边笑笑看看，哈哈哈，哎，走音了，哈哈哈，这都蛮好的，哈哈，对。骗！购票请上 TixFun 售票网。